我们支持鼓励两岸的史学家积极发挥正本清源作用，加强抗战历史、台湾光复历史的研究，通过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编教材等，在学理上批判形形色色的台独史观，增进台湾同胞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民进党当局大搞去中国化，推行台独课纲，刻意歪曲中国历史，妄图隔断两岸文化连结，并以此蒙蔽台湾民众，造成了台湾青年一代历史记忆的混淆和国家认同的扭曲，需要高度警惕。我们已经看到台湾的很多教师和家长强烈的反对依据民进党当局炮制的新课纲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那么作为一个家长呢，我其实挺心疼台湾的孩子们。两岸呢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谁也不能剥夺台湾同胞身为中华儿女的权利。任何去中国化的行径都无法割裂两岸的历史连结，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数典忘祖，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强力反对。